其实有时候不是过去受到一些伤害啊，虽然是个梦，但是呢，那些伤害留下很深的印记，让我们承受。就是说，我都觉得就对峙这些嘛，你可以在一个状态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你坐下来，静下心来，重新回到那个状态。你可以意念想着，比如说有一天你很辛苦，那一天不管是恋人跟你分手了，或者有一天妈妈打你了，或者妈妈或者是任何伤害，你可以再静下来，然后你现在不是，其实你的头脑里边你也可以我们可以说这件事了，那么你的头脑里边其实对这件事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其实跟当下那个时候受的伤害那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那么这一刻呢，带着你现在的这个头脑回去，这是一个心理疗法了，就是你坐在那儿，但是一定要很放松很静下来，全身心的让自己静下来，然后去观想那天的那个念头，观想那一天那个状态，然后你要自己回去，回到那一段时间，让自己重新走过，就是回去重新经历那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变成个旁观者看，你跟比如说那一天我跟这个慧想打了一架，那么我很伤心，那么我现在我就坐在这静下，我回到那个状态，我把它观想出来，然后我跟他继续打架，然后重新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过那一下，然后感觉我受伤，然后感觉有把刀就像插到我的心里，哎，这些都可以观想出来。你坐在那儿，你重新回忆一次一次一次，但是自己这一块有个觉是不动的，看着，你变成了一个觉，你看着看着，当一次一次，你突然会领悟到，当时也许有些事情是有因缘的，那就伤害，也许你会突然看到他的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当时你觉得是他伤了你，也许你那一刻回去重新以现在的眼睛，现在这个时候的眼睛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他比你还痛，感觉对方的痛，那时候你反而能升起慈悲，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在痛啊，其实你觉得你最痛，他觉得他最痛，都是很痛苦，那个时候你会升起慈悲，突然会释然，知道吧，就会把这个事情就聊，以后就不会再有，这是做心理，就是说就心理治疗的一个过方法，也可以这样就行。因为我最近就在座上都是这样，就因为那个五戒行里面，他那个戒行教材里面就说的暇满人生嘛，所以那个就观修这个，经常我也没找老师来去说这个点，就因为你是佛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治疗，经常所有的问题去自己回去慢慢的，如果你现在留下印记，只是你没有清醒的用一个佛的觉照的角度去看，因为有自我的角度当时经历了那个东西，那么如果留下很深的伤害，那么现在回去重新来过，如果你的定力够好的话，你可以重新改变那个音，甚至都可以，就像电影里边美国大片里边，我回去重新把它治疗一下，然后那个果就变了，变好了，那个果可能果报还没呈现啊，我改变了那个音，未来的果报可能会出现不一样，那自己治疗时自己介入自己的因果是没问题的，别人是有时候不方便介入的，你因为你在自己进入那个因果里面，你的发心变了嘛，假如我帮你介入你的因果，你发心没变嘛，你不会忏悔，你那里边你发现了他的慈悲，你的心马上就跟着转，然后你就会忏悔，你会觉得我错了，你错了，那一刻你改变了因果，那个因改变了，未来的果会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要介入你的因果，帮你去解决了，说让你那个把刀从你身上，他扎了你刀，我拔出来，那可能你觉得哎呀，也许这个老师法力达到，我也不痛了，这回，但是你没有忏悔过，你没有改慈悲心升起。那种因果就是外力介入，那种因果，那我帮了你，那不害了他，是不是？间接的就伤害另一个，所以很多法师不介入别人的因果，但是教你自己去调整。这就是对峙我在这个，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业力的这个对立吧，应该也算哈。就好比现在我，比如说在生活当中，我看任何人没有，就是没有不好的，就这一个人。我刚开始会有，但是我一旦发现比以前的那个快很多了，比如这个人的习气啊，我以前很不喜欢这种，但是我立马发现，哎，不行，是我自己肯定有，我一对峙，我转变了，立马对方立马他就得到了一个转变，原来发现是我，对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对，就是说对有些人是可以的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一些普通人，都心力没那么强，
都心里都是很普通的，都反正有时候有点小脾气啊，有些七情六欲啊。嗯、但是你要是，但是对有些特别的人，这些不行。不行。就比如魔王来了。你是你的那些东西是他是看都不看的，就是说你的动位不够，你转不了他，你转了他看也不看你，他也不转，就是那样，你影响不到他，知道吗？但是对，就是说看什么角，看什么重量级的人物的嘛，在那，嗯，对于我们普通的人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改变一些态度，对方就会跟着改，比如尤其家庭啊、婚姻啊这些夫妻呀、啊。你改变了态度，你对他，他马上就改了。其实大家都是互相抱怨嘛，互相怨气嘛。你不关心我，我不关心你，发展到了很多问题。然后你态度变了，关心他了，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他有个缘嘛，根源在那。一般人大部分都是这样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也看你不顺眼。因为你看我不顺眼，所以你要看他；因为你看我顺眼了，所以我又看你顺眼了，是吧？就是都是这些，是吧？嗯。就是这都是大家小心眼儿，这种就容易改。对对。有些恶业是不容易平复。那像恶业来了、嗯，我们如何来去化解这个恶缘？恶缘。就是这个恶。那就看你的逆缘跟恶缘重不重了。嗯。有的恶，如果果熟了，那我们只能吃果了，知道吧？对众生来讲，如果因种下了，那个果报来了，那个果熟了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个果熟了，我们只能就是那个接下那个果了，吃呗。恶果也罢，善果也罢，我们受报，就是受报啊。很多很多修行菩萨道的人也会受报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造果报来了，也会受报。有恶报，有善报嘛。嗯。像我但最好是果报没收前，去调整啊，去聊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嗯。